你的坚持让我看到梦想的模样。我当星星的时候，比你还玩命，凡事都有用。后来就进了战斗班，在一次缉毒任务中碰到鬼雷，腰部受伤，留下后遗症，就来了科学班，干三年。没想到还碰到你这么帅的小姐了啊！玩命跑吧，别回头，越跑越大。我们这代人正在慢慢退出，可这里是我们的土地，必须牢牢守住。是。无论任何情况，你都要给我站直了，不能趴下。中国的土地不容许任何人来侵犯。你们要把军人光荣的尊严，把特勤队的灵魂一代代传承下去。在这个战场，不过下一个战场。人生由无数个到来和离开组成，站在梦想开始的地方，才能瞭望新的征途。